谢谢，把中央健保署跟村日乡一个机会，制作健保卡的服务。健保署和屏东县村日乡公所，在106年8月12号当天上午9点半，与该公所共同举办村日部落在地健保一卡站服务启动仪式。村日乡公所在有限的人力和场地下，以共同服务的理念，促成这项便捷贴心的服务，这也是献给当地民众自豪的礼物。 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原住民乡非常的需要，因为一旦健保卡毁损，或是做一些相关健保卡的一些事物，或是欠费啦，或是什么，这个常常我们在不管是门诊医疗都会碰到一些病人的很多的状况，也开办了这样，可以解决我们很多乡民的在医疗保健的。 事务上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过去我们只要医师卡或是要办理那个卡片，大半都是要去邮局。那要等待的期间，有一些民众不太方便，也要去就医，没有卡，要到医院或是要到医疗诊所都要先押金。那有这样的措施，是带给我们这个在原民乡8个山地乡，尤其是我们村乡是一大的福利。健保卡是民众就医的重要凭证，当民众有新申请或是患普发健保卡需要时，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在各分区业务组的联合服务中心以及全台各地22个联络办公室都提供了现场立即制卡、领卡的服务。 现在健保署高屏业务组在地制卡据点，更贴心地延伸到了原乡部落。从今天起，凡是村日乡公所邻近地区的居民都可以就近申请健保卡换补发，并且可以马上领到新卡。健保署署长李博章表示，非常感谢村日乡柯乡长的热情响应，柯志强乡长主动积极参与。 健保署推展在地制卡的便民措施，更能彰显屏东县潘孟安县长打造安居乐业、幸福屏东愿景的决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想，这个在地发卡的业务不是只有针对我们村日乡，北可以到屏东市，南可以到恒春镇，其实也可以说，只要到芳寮乡周边，你到芳寮医院。 其实到我们村日乡周边的都可以到我们村日乡公所来申请我们这个健保发卡的业务，我们跟芳寮医院也在去年开始合作，我们医疗关怀据点也放在芳寮医院，我们的医疗专车也在去年开始启动，所以我们村日乡公所在医疗的服务上，或者是在长照的服务上。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第一，但是我们敢说我们冲得非常非常的快，也符应到我们县政府潘孟安县长的安居大社区、安居乐业的政策。我们村日乡，我们去年开始推动村日日安的一个愿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照顾服务，能够服务到我们所有我们村日乡的乡亲，希望这个服务也能够扩大到整个我们原乡的地区。 就落实小英总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本来有一些没钱的人，他们生病或是家里有问题的时候，他被锁卡，就我们可以就把它做解卡的动作。那其实这解卡的时候，我们是把就医权跟我们的欠钱这两个事情把它脱钩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一心一意想要怎么样提供我们台湾人民最好的一个医疗服务。那我也特别谢谢我们的那个健保卡的那个东远实验，因为他帮我们做那个健保卡的那个整个规划，到目前为止是越做越好了。 那可是我们就是会在有一些可能内容的一个要求包括目前我们在处理那个所谓的那个健康存折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说未来的话，我们就说，譬如说我的健康存折，我要在健保卡里面能够注记，我愿意让人家参阅的时候，那未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我们自己本身的医疗资料的话，大家每个医疗院所都可以看所以一步一步我们希望把健保在台湾做得更好。 那真的是谢谢我们的那个乡长的帮忙，那我真的是感触很多了，谢谢各位，谢谢。健保署高屏业务组表示，
春日乡及邻近的枋寮、枋山、来义四子乡等居民，以往办卡透过邮局代收，或邮局申请表到健保署申请补发，需要5天到7天才可以收到新自发的健保卡，或到临近健保署服务据点现场申办健保卡，来回至少也要花费2-3个小时，非常不方便。现在实施春日乡公所在地自卡后，民众只要7分钟不到就可以轻松领到新卡。所以你在制作之后，那个健保卡上就会有您的照片、您的基本资料，然后就可以马上来使用了。使用是。还有这个之后，乡长可以马上去枋寮医院看病，非常迅速啊。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即将要进入到那个自卡的机器要做一个连接，所以等会呢，他只要按下加入工单的部分，把刚刚的那个开工单呢点进去之后，按开始键，卡片就会开始制作。好，这个时间1分1秒的给它过去了，目前还有3分10秒的时间。见证历史的那一刻一定要拍到，啪的一声，正在扫描乡长的图片哦。是。哎，历史一个啪的一声。暂停一下。服务据点的秋香小姐，一同来见证这个历史。春日乡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掌声加尖叫。而且时间还没有到7分钟哦，只用了5分14秒。再一次给他掌声好吗？还不到7分钟呢，5分14秒就完成了。如果你没有带照片过来，也不用担心。对，也不用担心，现场就可以来做你的大头照。哎，所以非常的方便，也便利哦，真的是服务我们的乡亲哦，非常的好的一个措施。健保服务带到原乡。民众从此免于奔波，也保障了原乡居民就业的权利。记者陈德昌，屏东中日报道。